哎呦，你今仔有闲？对啊，啊不是安尼，无啥。哦，啊当吼，啊一个后生啦，啊较早也未娶啦，啊当也未娶的时阵，尔三顿我都爱家煮。啊！你这买菜不是我买，无买啥物人买。啊对啦，对啦，无啊多咩。气死有影啦！啊，不过你这啊，甲叫人甲相亲就好啊，你啊咧。哦，那太无。哦。相亲太无。哦。啊对吼，迄隔壁庄迄妹人富啊吼。哦。啊三无三路讲三路，我就来厝内无。啊对吼，男是无介意啦，啊对人无介意伊啦。哎，遐有法度。哎呀，我你讲啦。迄就是表示你无找到人啦。人无找到，你安怎先斗嘛斗袂吧？哦。你有啥物熟悉妹人富啊？你今天你咯，水也拄好，你来买菜拄好拄到我。哦，你今天走运了，走运了，走运了。你妈个傻鸡，食这个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看，看到好，看到好，我跟你讲。哦，那找你今仔日讲那讲媒人吼，那我讲第二个无人敢讲第二，咩咯？哎呦，拜托！你有爱听讲啊？哎呦，拜托，拜托！唔管你是要落开，长的，短，阔嘴的，直塞的，尻川大，胸坎大。应有尽有啦，亲像这个水果同款，应有尽有啦。咩嘢大粒的？你丢丢鸡啊，细细粒啊，咬就对啦。对啦。啊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第一个食过，我爱先跟你拼落去。安怎啦？你讲，我听。我要爱吼，上好吼，第一，你尻川刀爱大粒，像恁兜的颔公遐大粒。安尼讲袂是大。哎呦，你唔捌啦！人讲迄安尼才会高生啦，迄生囝吼，就爱像个鸡卵安尼。我一日，安尼一日，我接一日，我一日生出来，啊，看是要生查甫的，啊，是要生查某的。Oh no！老母，安尼才会方便。哎呦，这是简单啦，简单啦，无问题啦，无问题。啊，佫敢安尼条件啦？当然嘛，唔呐安尼尔。啊，佫我，我佫希望讲吼，迄个母呢？唔免像我遮大，像西瓜遐大就好啊。西瓜，我了笑。我甲你讲，你唔捌啦，哈呀，你著比我较少岁，你著唔捌。我甲你讲吼，迄像个西瓜遮大呢吼，伊上好是像你遮头遮大呢。我来讲，迄吼凉水才会巴甜，迄开落那水龙头诶，哈哈。囡仔咧幼稚的时阵吼，才舒服啦。迄囡仔才好幼稚，咱搁食人奶吼，迄囡仔较勇。哇！大啊，你敢唔惊恁囝敢冻会掉？哎！暗时放心啦，暗时啦，冰心黄色甲吸湿，我来。放心啦，我甲你讲，囡仔食无够，大人食来倒啦，你放心啦。哈哈哈！安尼就对啦，照我的条件落去做。安尼，我照你的条件来甲你上，啊，就拄啊好吼，隔壁庄的有一个40,000的财主啦，伊拄好有两个查囝。哎呦，这拄啊好。哎呀！哎呦！一个吼，讲叫做。万盈盈的 ，Oh no！ 啊，是啊，啊是，确实了，无要紧，啊，搁一个啦，叫做万新的。好记，好记，好记。哎，拄啊好，拄啊好，我来甲相看卖啊。反正甲恁这个恁后生吼有缘的，无一定哦。哎呦，搞假呢，不愧是来接。等我打收收的吼，我即刻来去40,000的财主遐吼，来甲你了解。好啊，好啊，即时去咯。即时。啊，我等你好消息咯。恭喜哦，恭喜哦！来呀啦，来呀啦！哎呦，来接你来呀咯！阿二姐嘛，哦 ，OK， 透懂透懂透懂，实在有够感谢你的啦！哎呀，恭喜恭喜！你咧走总，哟，免客气免客气啦，免客气啦！感谢感谢感谢！啊是讲哦，女方哦，讲哦，这个伊的日子吼，因看到安尼哦，啊是讲。看恁南方这边有啥物讲哦，特别爱交代的代志无啦？哎，另外人介精彩，好参详，拢好啦。啊，安尼是。看日子啊，看好就好。啊，是讲是多一天啊？啊，诶啊是。好。哦，啊你够早来呢。有咯。多一天啦，来，很好势，很好势。啊，就讲哦，今年啦。哦。今年讲迄个双十国庆啦。哦，一天咯。嘿，啊，新历会讲迄个10月10号啦。10月10号啊。哦，系啊。哎呦。俺个思想变，他那个数啊个数啊，就是思想变。哎呦，拍得掉啦，拍得掉啦，安尼唔通啦。我看安尼啦吼。我另外吼，安尼咱过来甲看一下吼。啊，即卖吼除了咱吼，啊，这个少年的这对翁仔某以外吼，啊，咱吼男女方这边的四大人，啊，甲包括这边的阿姨。阿姐，吼，遐阿五遐，吼阿伯二吼，拢做一届来家好好斗斗，安尼就好啊。安尼啊话，啊哈，
阿姐、阿姨的八字，就搁起来打哦。哎呦，你打字的，嘿！哎呦，安尼讲什么青菜？你打什么字？我这都上青菜啊！迄看你那都足紧的。我跟你讲嘞，迄天吼，遐因阮后生遐阿姐啦、阿姨啦、阿婶啦，遐干妈遐有诶袂吼，拢会来呢。啊，你那若无看好势，遐若甲刷着歹交代了，你敢知影？好啦好啦好啦，这我来去甲因讲啦吼。啊是讲吼，迄骗金啦，骗金方面吼，迄对方意思是讲，啊是意思意思就好啊啦，意思意思。我人凊彩啦，意思就好，会得过就好啦。吼，凊彩吼，啊着行情价啦，啊搁好结束，36万。啥货啊？ Oh no！ 36万哦，惊死人个。哎，因查囝啥物？抗金砖牙金粉的啦。36万，笑死人了！哎呦喂，那我咧感觉吼，然后这个所谓的结束，所谓的集数就是，人讲 lucky， 六万好去，水赚六万就好啦。啊，等，六万哦、喔，上介好吼，是当吼骗金回啦。六万就够回哦、喔，哎呦，你这个真正吼、喔。这个陆丰我那吃功夫，安尼哦，讲哦有啥人客啦？唔样，啊讲哦，恁这人丰哦，看几个人要过遐吼，啊这老日子啊。啊，那我阿好这卖人吼，爱青菜，啊我这边简单就好，简单，无几个尔啦，无几个。无几啊，啊无几个嘛爱讲，讲你是要一道、两道，啊这是五道、六道，你爱敢讲一声？下回五道、六道哦。对啊。哎呦，敢要收寒酸啊？我50道。哈，50道 ？Oh no！啊！你有要紧啊？无啦！我听到这，我是一直软脚起来。50道，敢袂收过坎？你收过坎过啊啦！我唔敢讲啦，惊死人哦咯！哎呦！50道，拜托的哦！都50道，收坎啦！哎呦！什么咧收坎啊？你爱想看嘛咧呢？我囝甲饲甲遐大汉，人因遐阿姨啦、阿叔啦、阿姑啦、阿伯啦，遐拢我若甲因插唔着，好好拢我若甲因照顾有着呢，啊因无去要来怎？哎呦，阿好啊，阿好真嘛？安怎啦？你这个话是要叫我讲会出嘴呢啦？哎呦，我知啦，我知啦，啊我知影讲吼，你话真辛苦伫咧走总啦，哎呦，到时阵吼，卖人买，卖人买吼。我绝对好好甲你包一包啊啦，莫安尼啦。哦，歹谈歹谈，还是讲你每人礼是要包偌济？讲到每人礼吼，咱讲实在啦，我本正是讲吼，要600给你啦。啊，咱但我若正想想的吼，迄如讲迄边个正歹剃头，歹溜人呢，无像我阿老姐嘛遮清采，我甲你请一包包800啦。800？哎呦喂啊，这叫大红包哦、喔！哇、嗯！这世人活到这个时阵嘛，我做过啊，几个嘛算几啊百对啊，我从来嘛唔捌拄到这种卡啦。大包吼！我跟你讲、你另请高明、哎，我无法度你啊、哎。再见，拜拜。来姐啊，来姐，哎呦，讲安尼卖了就走啦，哎呦，笑死人个，讲安尼啦，啊卖人钱要谈讲也唔谈啦，啊我人都好谈啦，干嘛我跟来讲好好啊？